我心目中的可乐鸡翅，就简单的划个三刀就好了。想更入味一点的话，就是有叉子或者是牙签。OK，打个结。哎呦，断了，太大力了，没事没事，不重要。那就八个吧，好寓意，发。不是专业的，请见谅啊。做之前喝一口是真挺好，这个才是材料，咱们就是一个自娱自乐版本啊。刷刷。我在家偷懒，一般都是用那个用筷子啊。接不动。下可乐。进去。然后就是调味。其实每个人那个咸甜口味不太一样，就适量吧，适量吧。这虽然是做菜里面适量这个词是最吓人的一个词。等它收汁。旁边应该放个躺椅，然后拿个那个扇子。A few minutes later， 我先自己先试一个，我先看看味道怎么样。说透了。Nice。灵魂酱料，和好朋友一起，不管在什么场合，一起做一道好吃的东西，就是我觉得非常甜蜜的一件事情。这就是我的好吃公式。OK， 这个得端过去让韦伯哥尝一下，就是我心目中的可乐鸡翅的是这样的一个做法。